祖传养生甜品之九治离骨，第一步削皮，第二步去头尾，这里使用的是祖传的弯眼刀，第三步割肉，这里注意不要伤到骨架，第四步刮骨，刮掉贴附于骨架的碎肉，冲洗干净，第五步去核，离核过于坚硬容易伤到牙齿，第六步软化入味，这里需要泡制九小时，泡制时间来准备第九步的挂制，将我太奶留下的金银耳研磨成粉末，拿出我太奶留下的有近3000年传承的东阿胶，切掉1/9，不要浪费，同样研磨成粉末，觉得麻烦的小伙伴可以选择东阿胶速溶粉，再将冰糖9块研磨成粉，将粉末倒入锅中，加适量的水熬制99分钟。第七步去湿，低温烘掉 39% 的水分。第八步胶质，使用空气炸枪进行胶化处理。最后一步挂汁。OK, 这款祖传的九治离骨就做好了。女士们先生们请享用美味吧。Biagi, Biagi。我们拟定一个蛋黄的位置，在蛋液提取器上安装一个限位装置，这样就成功准确地提取出部分蛋黄，反之再提取出蛋清。这是我珍藏的碧螺葱，拿出来分享，只为能吃上地道的茶叶蛋。泡好的茶水加入少许调味料，加热搅拌至粘稠，接下来是提取出的蛋液的熟制过程。全部就绪，开始装盘，依次放入蛋白、碧螺葱叶、蛋黄，淋入调味碧螺葱汁，稍作点缀。OK,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享用美味吧。Biagi, Biagi。煮豆燃豆剂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。对不起。Biagi, Biagi。终于买到了砂糖橘，今天打开一半请大家品尝，先将橘粒一粒粒的剥下来。这时我想，如此难得的砂糖橘需要搭配什么吃呢？于是我拿出了东北顶级水果大冻梨，切一大块下来，纯手工榨取冻梨汁，再放入冰糖慢火炖煮，这时再来一片冻梨，并切成我中意的方形，切好后置于盘中，砂糖橘粒置于冻梨上，此情此景像不像尔滨和小贵贵的爱情，温暖且甜蜜着。哦，就让这温暖的梨汁再一次将甜蜜包裹，让甜蜜永不散去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就让我们一起享用美味吧。 Biagi, Biagi。
宋瑜吃上土豆了，而且还吃土豆丝，真是奢侈啊。每根土豆丝的长宽锁顶在而成而毫米。每无片为一煮，依次切除不规则的部分，将贵整的切片摘放进铡刀切丝，着样就滴到了万美吃纯的土豆丝。摘分别切除时，时闪时而是一时是种鬼格，草水闪电六秒紧缺短绳。摆盘开始，第一层是食材与餐盘的结合与交融，有限的餐盘赋予了食材无限的可能性。第二层是食材与食材的错综交割，每一根都交相映衬。第三层先拍照发个圈，最近换了新手机，像素就是好。你们买了新手机之后，旧的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像我每次换新后都会放转转回收，他们家回收价格是真心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，就像点外卖一样方便，下单就有人上门来收，手机平板笔记本全都收。你也赶紧去试试吧。搭配些许矾红嫩绿，淋入唤醒灵魂的料汁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与我一起享用美味吧。Biagi Biagi， 将三文鱼基础料切割成大大的方块，在表面均匀地勾勒出生长纹理。这纹理应该是来自挪威。按照印记清除表面组织，并延伸至立面，这样看起来更加立体。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三文鱼的雏形。现在来制作三文鱼的油脂部分。趁这个时间来调制抹茶酱，将蒸好的油脂刮下来，填入纹理的沟壑中，并将其抚平。此情此景，我想吟诗一首：红肉如脂捐百张，高于饲料味馨香。好了，我亲爱的伙伴，就让我们享用美味吧。Biagi Biagi。今天吃一整根韭菜，去除头尾，只保留中间一段，切成约5毫米的小段，准备一些面粉，搅拌成糊状，为了使韭菜的香气变得柔和内敛，需融合于面粉之间。简单加热一下定型，修整后将边缘进行45度倒角处理，用面糊代替粘合剂粘接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韭菜盒子的雏形。这时来取5毫升蛋液，这里要注意处理好伤口，同时混合5毫升具有双倍蛋白质的莫提斯酸奶。它来自天赐皇家牧场低温酸奶，在世界黄金奶源带的20万亩自营草场上，来自荷兰的和斯坦牛悠然自得地产出鲜奶，并在极短的时间内经过完整产业链的加工，限定为您奉上。烤箱中烘烤20分钟，这时调一些新鲜的大蒜酱汁，并置于盘底，放入烤好的韭菜盒子。据说冷藏12小时的酸奶口味更佳。 OK，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尊贵的上帝大人，请享用美味吧。 Biagi Biagi。